乐反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39集的《吾乐凡尘》。我是范法师。大家好，我是 Judy。 唉，话死都不变，咦，又讲个死字添，不可以这样的。我们要谐音谐音好了。是的是的，朱小文。是吗？嗱，自认啦，今次。Okay, okay. 好啦，我哋今次咧就继续呢个广东人对于死亡迷思嘅续集。咁其实咧系我哋算系一个即系丧葬礼仪嘅习俗咁样啦。咁啊解构翻，有啲人即系你都唔明白嘅。其实点解我会咧咁有呢个冲动，一定要喺吾乐凡尘里边咧，即系大气电波上边去同大家要讲呢啲咁嘅 topic 咧？当然有啲人因为原因是忌讳，所以很多人不敢讲，也都不想讲。那好了，不敢不讲之后呢，就慢慢就显得有些习俗呢，人就不知道。那不知道呢，那问谁？真的不知道。对了，那不知道人来问我们咯，即是我们法师来的。多数问法师，我们经常都会收到一些电话呢，我们即尤其是譬如说我们常住常乐法师经常都会听到这些电话。那我们在旁边就会在叽叽声笑，原因就是因为太多人是对这些的情况是不了解，然后就很害怕。因为喂，讲认真啦，是因为我们法师才会经常接触一些，即当然红白二事我们都会接触，但是白事呢，你到最尾的人说我想诵经回向给先人，多数都会找我们，我们就会接触很多。所以去到什么情况，就是他们怕，就怕做错又对先人或者对在生的人不好。是的，他们就很想知道。所以大家要留意埋今集嘅吾乐凡尘啦。系啊，咁希望我听讲完呢集之后，常老师可以接少一句啲话，可能接多啲，系嘛？再知道原来可以问常老师啊，要打 M 常老师唔该。有冇啲呢度冇讲嗰啲，佢继续问。系啦系啦系啦，呢度冇讲可以继续问。咁就话说咧，其实因为啱啱几个礼拜前啦，就能干法师以前有个旧工友咧，即系以前做工厂车衣嘅时候有个工友，咁就佢细佬唔喺度。唔喺度啦，唔喺度，唔喺度，真系系啦，系死掉啦，咁样啦，就问一个问题，咁我喺侧边听到，哇，原来即系到而家都系好关心嘅地方咧，都有，有冇发觉咧住屋邨嘅时候咧，有啲人喺屋企嘅门口点白蜡烛啊？系啊，咁就我哋会知道嗰家有佢哋屋企人有人过身咯，我净系知道呢样。系啦，咁但系头先阿朱常你都讲啦，系嘛？灯笼唔知系咩嚟？哦，灯笼添啊，而好古老啦，灯笼就，但系白蜡烛就好多时都会有。咁蜡烛我嚟做咩咧？吓，你觉得认路翻嚟定系咩咧？朱小文，原来你都系传统嘅大十字啊嘛，系上一辈嘅，上一辈嘅。就话说咧，其实嗱咁样嘅，一般咧，如果屋企有人过身咧，习俗嚟到讲啦，就喺每晚大概五点之后，即系入夜啦，系啦，日落啦，咁就会喺屋企咧就点一支白蜡烛嘅。屋企里面定系出门口，系啦，冇人系啦。点解会点喺外边咧？如果认路咁惨啊，先人去咗门口咁点？企喺度入，其实唔系呢个意思啊，即系俾人呃咗啊。咁啊，第啲系啊，不过70岁或以上咧就可以用红蜡烛。哦，即系谂住系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少，系啦，烧丧咁样咯。咁啊，其实咧，原来咩叫点白蜡烛咧？就系其实系俾人哋知道你屋企有白事。在生人喎，即係同你住附近嗰啲人咧，所以以前譬如住嗰啲我哋叫村屋啊、圍村啊嗰啲咁樣咧，佢哋真係有埋白燈籠喺屋企門口。咁有啲人就好忌諱呢啲事咁啊，覺得你屋企人死咗，我都唔會去你屋企坐嗰啲咧。哦，好似成年都唔可以上去接待人哋屋企。係啊係啊，咁佢哋就會運路行咯，真係兜個圈咁。兜個圈咯，係啊，所以以前人就會點白蠟燭。就话俾在生嘅其他屋企或者其他邻舍听。咁如果而家唔使点蜡烛咯，佢摆支荧光棒咪得咯。危险，我觉得你譬如你谂下啦，你喺所以而家有啲新式嗰啲大厦咧，佢唔会俾你点火噶嘛。咁你咪少见咗咯，多数喺以前啲公屋就会见到，居屋都少啦，公屋多数都有嘅。系啊，会俾人投诉嘅。而家点嗰啲，我梗系啦，投诉到你爆啦。咁所以其实点解会有呢啲情况咧？就佢都问我，咁如果荧光棒得唔得？喂，而家荧光棒啲人会联想到咩啊？演唱会或者中秋节咯。
啊係，仲有咗，中間有揾啲落頂住啊，係咯，咁唔會噶嘛，咁但係白蠟燭咧就大家淨係第一個印象就會知道，咦？呢家人係啦，屋企人過咗身啦，所以係其實係俾再生嘅人去一個信號，一個信息話俾你聽，真係唔知喎，你真係唔知咧，誒，喂，你跟我咁耐，你都唔知。我點會知道？你而家聽得多咗，咪要知道啦。好 ，OK 啦。第二樣嘢係點咧？有冇聽過人哋話誒屋企人唔喺度，唔俾喺屋企洗頭啊？呢個我冇聽過。我就係聽過咧，有人咧上山之後落嚟咧，真係冇洗過頭，落嚟先揾啲即係非法鋪咧去洗頭。啊，有聽過喎、啊。係咪啊？係啊。就話説係點咧？就係居喪期間，即係一路未脱孝期間啦。咁咧，親人咧，即係在生嘅親人咧，係唔適宜喺屋企洗頭嘅。原因係咧，傳聞中啦，啲鬼魂咧係會飲洗頭水嘅，即係唔係洗髮精啊？我明，我有聽過話清。明嗰啲唔好洗头，因为啲祖先要饮到啲水。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以前中国人系咁，你未听过咧？你细啦。对唔住，我八十后。以前啲人系咁讲，就系话即系嗰啲亡魂啦，即系多数都系你屋企人身去世嘅，咁就居丧期间就唔好洗。咁头先居丧系指7/49日，我哋上一集睇下你几时脱孝咯。哦，即系睇自己。系啊，而家有人咧就即刻上山，因为佢都已经有仪式做啦。上山之后就即刻脱孝，咁就唔再做七噶啦，咁样。咁其实咧未脱孝嘅咧就会譬如继续做七咯。咁中国人就好笑嘅，就系死亡嘅嘢，佢哋又唔做双数嘅，咁就做单数咯，即系头七。3、7、5、7、7、7咁样嘅，其实你读佛经你就知道，我哋再下几集咧就会讲。如果你读佛经，你就知道，其实喺49日里边咧，系适宜越做多功德俾佢系越好嘅。咁你就惨啦，即系你逢单数先做俾佢，咁佢双数咪好惨啊！即系唔系好够呢个功德咁啊，所以咧就有呢个咁嘅情况。所以居丧期间，即系你一日未脱孝啦。其實咧可以話係49日，即係如果嗰個我哋所謂嘅亡靈係未輪迴嘅話咧，就唔好喺屋企洗頭。嗱，唔係佛教啊，傳統人啊，傳統中國再即係啲人就斷章取義，法師話唔好喺屋企洗頭，咁就慘啦！我哋夢想污名啊！我哋再重申，呢個啲人就話反法師喺電台嗰度咧吹捧迷信咁樣咁。唔係㗎，我哋係講一啲。我哋要讲翻啲正思正解俾大家听，或者有啲咁嘅原因咁样咯。我哋惊啊，要重新一下。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啫，只不过就系话有啲鬼魂会饮洗头水。唔系轻人苏打嘅水，我真系一桶水。嗰啲系洗发精吓，我哋而家暂时即系洗完头嗰啲水。OK， 系啦，洗完头嘅水。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啫。第二个原因系咩？就係話説咧，如果你洗完頭之後長頭髮，好似阿朱少仁咁樣咧，披頭散髮咧，就係容易招惹啲鬼魂。哦，因為佢哋以為好似貧見咯，見個 friend， 你又要著白衫，然後披頭散髮，咁啊真係真係就好似似唔似啊？你喺側邊睇，唔係如果佢反咗嚟喺度梳頭咧，將啲頭髮背向前面就咪好玩咧？係啊，咁樣就即係又似啊，即係容易招惹到啲朋友啦，其他嘅眾生啦，一來啦，二來生人見到你都會驚，即係屋企又。喺度啊！幾靚啊！咁靚，保持咗沉穩咗，牛真係喎！如果你屋企人喺度，然後你洗完頭出嚟咁嘅樣喎，哇！真係立個眼真係嚇嚇噶嘛，有人會，所以中國傳統嘅智慧喺呢一度。其实佢就系惊俾人吓到人哋先。我觉得后者比较合理啲咯。后者合理，系咯。前者饮到啲洗头水啫。呢个 sorry， 即系我真系细个系阿妈吓我哋，所以就唔俾我哋洗头咁讲。我谂应该系啦，悭水唔同，因为自然水咪。但系真系要嚟即刻扎翻头发，各位见唔到啫。系啊，我而家即刻扎翻头发，惊嘅咧。嗱，呢啲都系中国传统人讲啦，唔关我事啊。好啦。咁啊，第三樣係咩咧？就話説啦，居喪期間咧就唔會去 visit 啲親友嘅，即係唔會去人哋屋企。我知我知，帶埋佢哋去，即係驚啲鬼魂跟住去進入屋企。唔係啦，我都係諗住招啲，冇錯，我冇講，我都反翻先。係因為咧，啲人覺得咧白事係唔好嘅，咁咧你就已經有白事在身，咁你去人哋屋企坐，咁嗰啲煤氣咧。一流張油，即係唔係煤氣公司用煤氣？嗰啲即係我哋咁多鞋用嗰啲倒煤嘅氣咧，嗰啲就即係留咗喺人哋屋企，咁影響人哋就唔好。即係有啲人會介意咯，漏煤氣咯，漏煤氣咁啊，就原來係唔合禮教嘅。對於即係中國嘅，哦唔係應該講廣東人，其他省份我唔知啦嚇。咁但係廣東人係咁啊。咁啊，第四個就
我上一集讲个吉儿，其实讲漏咗少少嘢。你有冇发觉吉儿里面咧好好笑？啲人好鬼惊见到嗰个白色信封，白色抌咗系啦。咁咧就诶，里边咪有一蚊同埋有糖嘅。啊，系甜啊嘛。系啦，咁点解会一蚊咧？都单数啊。都系谂住拎去买糖嘅啫。系啦。其實唔係有啲人，我成日咧喺殯儀館門口咧買六合彩，係啊，好快，好快就。其實人哋個一蚊唔係要你咁用噶，個一蚊係補貼你嘅車錢嘅。即係你都知道，譬如以前中國嘅即係香港人啦，你嗰個年代一蚊可以買到咩？我年代細個嗰個年代咧，你一蚊可以買到咩？買到好多嘢咯，好似支維他奶啊。三毫子一個麵包，係咪啊？一塊五毫子，一蚊係可以補貼到個車費噶。啊，即係其實佢係攞嚟居麻費。係啦，補貼車費嘅。咁而俾粒糖你做咩？嗯，甜翻咯，係咪啊？曬氣啊，因為你喊啊，喊得多咧，喉嚨咧會即係乾啊、沙啊咁樣，所以俾你養養。咁點解唔係瑞唔係薄荷糖啊？唔係喉糖係瑞士糖啊？哎呀，開咗名添。都奖励唔系，喂唔系喎，你见得多瑞士糖啫，我见到好多系果汁糖啊，连乜露薄荷糖我都见过，系咩？系啊，啲人系糖啊怼落去。其实应该糖就以前系好平嗰啲粒嗰啲啊，玻璃纸嗰啲。但系啦，玻璃纸我见过系玻璃纸嗰啲果汁糖咯。但系后边就水话咩士糖咁，呀加埋果汁。喂，你冇大家有冇发觉咧？唔落凡尘，而家系越嚟越好听。我又唔敢買花贊助，我覺得開心咗，即係以前即係我當然咧，我咧啲處女作唔落凡塵第一集，同埋而家俾你見到以前好拘束噶嘛。咁梗係啦，第一集就俾人揾住嗰個箱裏邊，唔係個箱。而家錄音嘅環境又好咗。OK， 冇啦。最緊要冷氣大。喂 ，OK 未啊？呢個吉兒嗰度，係啦，仲有吉兒風啲人就即係好大吉利事，就唔拎翻屋企咁啊抌喺街。其實係咩啊？因為咧你見到咧真係好驚嘅，即係尤其是吉兒嗰兩個字咧。都唔知點解好似有一啲即係幾陰沉嘅味道咁樣，即係連嗰個風咧，佢哋會覺得即係都驚咁。冇啦，而家啲人就咁攞個白信封。好似係白。係嘅咩？係啊，除非去到殯儀館嗰度攞咯，如果唔係啲人都係求其攞個白信封入住去寫住就算。好。係啊。咁啊唔係喎，吉兒喎，你講白金。唔係，嗰個叫咩啊？白金咯。OK， 白金。白金係你自己嘅。喂，唔係喎，而家殯儀館有白金嗰啲封攞噶嘛？你唔知头知路啫，你下次问我啊。大家嚟先，系呢仲系嗱嗱嗱，即刻嚟咗个，系咪现场你知道？原来中国传统人系几怕呢啲咁嘅东西。咁啊好啦，就系第五个，仲有啦。嗱呢样嘢咧就系中国人就好忌讳嘅。就话说咧，譬如话真系去到一啲情景咧，就系在生嘅人对于过身嘅人咧系好唔舍得，咁或者系好恩爱啦，夫妇又好，或者系即系父母同仔女都好，即係好恩愛，係啦。所以咧，啲相咧有好多人就擺落去陪葬，就驚個亡者咧就會掛念，咁所以就擺落去陪下佢咁意思，擺自己幅相落去咯。擺即係同個擺落個骨灰庵或者嗰啲。擺落棺材或者係咯。一齊化咁樣，或者擺落骨灰庵咁樣。唔係光聽住我都覺得有少少，即係唔合理啊，係嘛？係咯，但係有啲人即係譬如傷心起上嚟，佢唔知道又好唔捨得個亡者會咁做，但係廣東人係千祈唔好嘅。因為但係好似咁樣就帶埋帶埋佢去咁樣，即係好似帶子同埋蓮子咁樣咯。連做法咧唔會咁做嘅，即係會覺得係唔吉利咁樣咯嚇。咁佢哋個講法係點咧？即係唔吉利就固然係啦，佢哋話會咧將啲煤氣咧就帶，即係煤氣。煤好多煤氣，係啊，再啲將啲煤氣帶落去生人嗰度咯，係喎，係啊，因為有佢張相喺度啊嘛，易揾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即係所以呢啲嘢要知道啦嚇。但其實我覺得好似香港人反而少會有呢啲咁嘅，即係擺在生人嘅相落去，唔知係本身我哋嘅習俗已經係咁定係點咧？但係我有時睇嗰啲韓劇啦，咁佢哋就會喺啲牌位度就會擺咗佢兩個，即係一齊合嘅合照喺度啦。係啊，係啊，即係好似係掛念佢，或者我一直與你同在。咁將自己擺埋上去個牌位。咁所以我就諗緊，係會唔係咪其實，因為香港我就真係未見過嘅。咁我諗緊係咪其他地方其實佢哋都會有，佢哋未必有呢一個傳統啦。哦，即係佢哋未，即係冇呢種習俗就唔知道就擺咗落去。不過有，即係佢哋唔忌諱咯。
廣東人有但我都要重新點話，喺堂嘅度睇到啦，唔知同當地人習俗有冇係一樣。係啦，但係廣東人就唔會嘅。嗱，我哋一路講緊都係廣東人啦，同佛教未有咩關係住啊？再重新。咁我另外咧就曾經我試過咧，即係世事都見過好幾次咧，就係啲人上山土葬嘅時候咧，就話生人咧就千祈咧唔好企喺陽光照射落去棺材嗰邊。扎住个影啊！系啦，诶，你识我呀？哎呀，我哋传统人啊，好叻啊！上一辈嘅 Judy， 系啊，即系话咧，太阳咁样照埋你啦，咁你个背脊就向住棺材咁样，如果咁样照咧，就会你个影就会譬如话响个泥土嗰度，咁个棺材一落咧就会扎住你啦，即系又莲子啦，系啦，莲子啦，莲子啦，系明白啦，咁啊莲子啦，唔系几好嘅，嗱呢全部都系即系觉得系对啲生人，其实主要咧对在生，好似影响，惊影响在生，系啦，你其实有冇发觉即系咁多？个个都系讲紧嗱，死人咧，你千祈唔好做咩，唔好做咩。如果唔系，带埋你好啦，连累埋啲，系连累你啊，会令到你黑仔啊，会有煤气啊咁样嗰啲嘢咯。OK， 哇，咁仲有一样嘢好好笑嘅，呢样嘢咧就系白事咧都要攞耳头。就话说咧，根据南海啊、番禺啊、顺德呢啲广东其他嘅缘分嘅乡里咧，就话先人出殡之后咧，每位儿子均可得到先人留下嘅一条长裤。长裤即系咩谐音啊？长富贵咯。即系啦，富贵啊，长裤唔系净系富贵啊。我听过系俾钱佢买条裤咯，但系冇话留低先人留低嘅裤，可能摩啲牌咗。你边度乡下？唔系有睇呢度三个啊嘛，人哋话呢三个系啊嘛，但系有裤喎，但系买咯，有裤系啊系啊，你就系要俾钱去买咯。我听到系啊，仲有一样咧，讲开啲裤啲嘢咧，你有冇发觉咧去殡仪馆啊咁样咧，人哋咪会送祭杖嘅？系啊。有啲人咪唔拎翻屋企嘅，以前拎噶，拎翻。嗱呢啲系错噶啦，所以就你啱，唔拎翻屋企嗰啲系唔啱嘅。同埋有啲系西装料咧，系做衫。冇错啦，其实因为以前咧，中国人唔系咁富裕，尤其是广东人咧，啲譬如咪即系都系穷啲咁样啦。尤其是你走嚟香港嗰啲，又或者以前喺即系中国大陆咁样，都唔系咁有钱。咁就话说咧，屋企人唔喺度，或者即系可能系已经系屋企嘅家庭嘅经济支柱啊咁样啦。咁佢唔喺度。咁就慘啲啦，又或者係窮啲啦。咁佢哋會送乜嘢呢？咁你送花，花謝咗又冇用噶嘛。所以有啲人就會選擇送祭杖。咁其實咧就會揾一啲，譬如話係啲簪啊，即係啲皮啊，毛簪啦、啊、豬皮啦、啊，西裝料啦，皮都有啊。而家係啊，咁就咩寫幾隻字啊，咩嗰啲咩有咩字寫啊，咩福壽全歸啊咁樣啦。咁嗰啲字掹咗佢咧，你嗰張皮就拎翻屋企用。即係其實係人哋嘅心意，就覺得我送其他嘢都冇用啦，送張皮俾你，等你。實際啲。你有冇聽過以前咧啲人當鋪可以當棉被啊？係啊，就當呢啲。唔係，咁即係話其實棉被啊、被啊呢啲嘢都係當時係一個奢侈品嚟嘅，算係有用咯，起碼都。咁另外你就會見過有西裝料咯，即係有錢啲可能佢會送塊西裝料嘅布俾你，咁等你可以做褲啊咁樣咯。系啊，呢啲啊真中國傳統嘢咁樣。呢個就真係唔知八十後完全差唔多。哇！如果問答遊戲，我實中曬啫。梗系啦，你咁鬼白，你有冇发觉？即系各位听众啊，真想讲观众，各位听众，你有冇发觉头先我哋问嗰几条问题，即系有系咪有六个？六个定七条啊？即系夹埋可能有七条问，又系七字喎。你我吉利啊！对于我嚟讲，七系我 lucky number 嚟啊，系嘛？咁你就会发觉。咦，有啲嘢你答得上嘴，甚至乎七条你都答得到嘅话咧，我有翻咁上下年纪，系啊，你可能系有翻咁上下年纪，或者有翻咁上下经验。喂，我都系三十啫，呢啲嘢我全部识。细个嗰阵时，嗰啲多亲戚啲老人家唔喺度。系哦，咁我又唔系，因为我屋企冇乜亲戚嘅，但系即系听得老人家讲多咯，咁你就会知道。咁但系以上我哋到最尾真系一定要重申多次，以上所讲嘅咧，只不过系中国人嘅一啲嘅习俗。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话啦，你作为一个佛弟子，呢啲习俗。你喜歡的你就做咯，你覺得也都沒什麼影響的，那你就不要跟咯。但是整個家庭裡面不只有你一個的嘛，那可能你有其他的親人啊，其他的家族成員，如果你不做足的話，可能人們就會覺得你又將一些不好的煤氣將煤氣就放在別人那裡，或者過了去別人家，譬如說你家人不在那裡。
冇啦，譬如我屋企，我冇屋企人，即系人屋企唔喺度咁啦。咁你去人哋屋企坐咁，就覺得哎，好似沾咗啲黑氣咁樣就唔好咯。即係最好冇影響。其實都要顧及到人哋嘅心情嘅，即係唔係話你係佛弟子，你唔執著於呢啲嘅，你唔拘泥嘅，就你都要強迫人哋去接受。即係有啲人覺得好忌諱噶嘛，係咪？連朱小文頭先都即刻扎翻條辮，係嘛？咁所以有呢啲影響，咁所以我哋即係其實今日嘅重點咧，除咗講少少一啲繼續講翻廣東人嘅對於喪禮習俗嘅一啲嘅迷思之外咧，我哋都係想佢哋知道你自己明白，你唔去執著，但係咧可能都要顧及翻屋企人嘅少少感受咁樣咯。咁你話循俗禮又好，唔循俗禮咁你就唔執著，其實冇所謂，即係兩樣都可以，係咪？佛法好融通噶嘛呢啲，咁我哋真係唔執著。咁啊，我哋下次翻嚟咧就會講一下啲嚇。因為真的很多信眾都會問，同即係譬如屋企人喺度啦，咁有啲問題佢想知，咁我哋下次翻嚟先會去再講。例如譬如話做七係點樣啦，做佛事重唔重要啊？呢啲我哋都會輕輕提一提，好嘛？咁我哋今次第39集嘅唔落凡塵係咁先，拜拜，再見，拜拜。